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课本。好，那现在讲到啊，这个他后面就开始讲啊，那、啊、自己不告诉逝者啊，啊，后面有讲到这个逝者是阿难啊。那我们说佛的逝者换过很多的，那、啊、佛逝者做阿难大概是在佛二十五年后啊，因为。 因为这个阿难是做佛的侍者，到二十年后啊，佛做侍者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啊，那二十年后啊，好，那他说这个不与众不告世者，独一无二，自己一个人啊，去西方啊，往西呀啊，往西边啊，到的人间啊，去一个人去游行。 这个时候，安陀岭啊，安陀岭一般都是放尸体的地方，有时候叫尸陀岭啊，就是印度印度习惯啊，人死了尸体啊，那就两种，一种叫做天葬啊，就是放在森林里面啊，让它自己腐烂，给动物吃啊，让它腐烂，它没有埋的啊，另外一种是烧掉，火葬啊，烧掉，然后骨灰再撒在河里面。 啊，或撒在山林里面啊，大概就这两种。那一般的人基本上都是放在森林里面啊，所以叫安陀林。那么有一个比丘啊，那这个安陀林附近常常会聚足聚集很多比丘啊，或是比丘尼，在那边做什么呢？啊，观不净法，观不净观啊，从尸体开始来腐烂啊，那其实也不能靠太近，因为有些死了它有病菌啊。 啊，有湿气，那有些病菌它容易受感染。他基本上看的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看一看之后，然后他住在附近，然后去取象之后就回去做官；一种就是一直坐在那边官啊，那然后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取象也不容易嘛啊，那这种是当时他们的一个习惯了、啊，现在应该没有了啊。现在即使泰国啊，这种有时候比较重不进关的，他也没有这样。 他说是看照片而已，啊啊，就是你现在尸体啊，你要这样就是放着给他烂啊，这个其实在中国来讲，这个是很不不孝不敬的了啊，就是被撞到不好了，烂掉，都还要给他补好所以这个这个现在是比较不容易了啊。不过现在随着电脑，那么其实他也可以做官了啊。好，那么他就远远的看见世尊啊，那么一个人过来。 啊，那这个是前面不与众不告侍者啊，是就前面的话说的，因为这个比丘见佛啊，那自己一个人，那通常佛旁边都会有侍者，或是有众啊，有长随众啊，要不是有长随众，就是有侍者啊，那他自己一个人也有啊，但比较少啊。这个、阿难也说，如果佛要去运供，他不跟着去啊。他做侍者的条件就是佛去运供，我不跟着去，所以佛去运供的时候，通常也是自己一个人啊。 独一我见议见议尊者阿难说：“啊，他看见啊，他在狮驼里面看见释迦牟尼佛自己一个人走，往西边走啊，然后他就来找阿难，他说：阿、啊、难，你知道吗？尊者啊，那么我看见世尊自己一个人啊，就是不与众不告世者，自己一个人走出去了啊，那出去了。这个时候，阿难就跟这个比丘讲啊，意思是说：那你知道吗？” 佛陀自己一个人走了呢，你你知道他去哪里？你没有跟在旁边吗？啊，因为佛陀有时候需要人家啊帮他处理一些什么事啊，那阿难就会帮他吃的啦，那么休息的地方来给他整理好。这个时候，阿难就跟这个比丘讲：假设世尊自己一个人走，那他就是不要人家跟啊，你就不要跟了，也不要问了啊。这阿难非常的贴心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么若使世尊假使世尊。 不跟人家讲，啊，那么也不跟侍者讲，不跟其他的人讲，啊，那等一下你要跟阿难讲，我出我出去了，我去哪里了啊，假设师尊不跟其他的大众说，也不跟侍者说，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就出去了，那么你就不应该跟，啊，你看这阿难真这是也知道了，啊，就是说他不要人家跟，那你就不要跟了，嗯，他也不要让人家知道，那你就不要问了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 所以这个时候，阿难就跟这个比丘讲：“若使世尊不与众，啊啊，不告世者啊，那么独一二而出游行，不应随从，所以者，今日世尊欲助其念少事故啊，就是通常有时候他要去打坐也这样啊，自己一个人啊，要记录，要得宪法六助，要去静坐啊，或是要去哪里。” 那么就是有两种原因，一种就是他自己去打坐，你跟他也没用啊，啊，他自己去森林里面打坐，然后要住极灭之境里面去啊，享受这个极灭之乐了啊，就是 <coughs>。那第二个就是啊，他不要那么多事啊啊，所以到时候就是因为有人啊，那么或哪里哪里啊，他还要还要说还要怎么样啊，就就也事情也多了啊，就不用不用那么。 那么麻烦了、啊，好，那这个时候世尊有喜啊，他自己一个人走了，走去哪里不知道啊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哎，没有人跟嘛。那后来怎么知道的呢？啊，可能就是回来啊，佛陀有所说的啊。这个时候世尊有喜，北至半舍国波陀聚落。那难传的是说，这个是在居善米啊，居善米城啊，有一个叫做波利那也聚落。 啊，这里写的是波陀罗、波陀萨罗树下，半舍国、波陀聚落啊。那有时候叫，通常是居卢国啊。如果是这里来讲，是居卢国啊。半舍国就是居卢国啊，就是说波波舍罗国啊。那因为后，它是在中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啊。后来啊，后来分为。 南南边跟北边，啊啊啊，叫半舍罗半舍国啊，那有时候翻波舍罗国波舍罗波舍罗国啊，好，那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啊。那他说。 波索罗果大概在现在的德里西北方那边了啊。那么经过研究，大概在德里西北方那边。好，啊，他说，入人手守,守护林中，人手守,守护就是这个这个森林是有人有的啦，啊,啊。那里面有些果树啦、啊、森林啊是有人有的啊，说人手守,守护啊啊有人住了啊，我说有人住啊,啊。啊啊、那么住一拔陀罗树下。 拔陀罗，拔陀萨罗，拔陀萨罗，拔陀罗的意思是，拔陀萨罗的意思是吉祥的意思，啊，拔陀，拔陀是吉祥的意思啦、啊。那拔陀萨罗就是拔陀梭罗，啊，梭罗树，啊，梭罗双树，啊，梭罗树，啊，那么就是吉祥的梭罗树下了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这个时候有众多比丘。 那么去到阿难那边，跟阿难说，去问阿难啊，那现在阿难啊，是吧？今世尊住在何何所啊？因为世尊自己一个人去嘛，然后去到哪里大家都不知道啊，然后做什么大家不知道，所以就去问阿难。那请问世尊现在在哪里啊？就就只是这样啊。阿难说：“我听说哦，听说啊，世尊。” 啊，到半舍国波陀聚落，人所守护的啊，跋陀娑罗树下，啊，人所守护的啊，跋陀萨罗树下，这个时候，比丘跟阿难说：“尊者当知，我等不见世尊已久啊。那么，我没有看到世尊很久了啊。若不但不善烦恼者啊啊，那么可供往意世尊哀悯故。” 啊，就跟世尊，因为不知道去几天，不知道啊。就佛陀一去，不知道去几天，啊，就好像佛陀佛去天上为母亲说法，一去就去三个月，啊，太久了啊。人间佛弟子很想象，很想世尊，就跟木建人讲啊，你可不可以拜托一下啊，去天上请世尊回来啊？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这个不知道去多久，不知道啊。如果去一两天，应该应该不会这么讲啊。啊，可能也去蛮久的，啊,啊，去蛮久，所以太久了，大家都在问。 啊，太久没看到了，会想念的啊。就说那世尊到底去了哪里？啊，那阿难、啊、你知道吗？阿、啊、难就说，这个听说啊，去到这个半半舍罗国啊。那那么那尊者你是不是啊方便啊？那么带我们去那里找世尊啊？大概是这样啊。啊，所以他就。 所以你不怕麻烦的话，不怕辛苦的话，啊，那那么是不是你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啊见世尊啊？那阿难就知道啊，这个时候可以带他们去啊，所以就默许啊，没有说不要就是可以啊。这个时候阿难跟众多比丘夜过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啊，那先去乞食，那么还青色回金色的时候。 举卧具啊，举卧就是带着卧具，因为可能要出出出远门了、啊。迟一波出自西方人间游行啊，就往西，然后然后到北边的半色国啊，就是往西方，然后北边啊，半色国就西北方啊啊。那坡头聚落，人手守护林中，这个时候，因为他知道在哪里嘛，他就走走走走去那里啊。 带着一群人呢、啊，这个时候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，赤一波洗足雨，啊，因为世尊在那个树下打坐嘛，啊，那么一波啊放好了，啊脚洗好了，就到世尊所在的地方啊顶礼世尊。这个时候，世尊为众多比丘说法，啊，四教立喜好。那么这里讲到四个四个名词。 啊，那这里是用成两个“是教”跟“利息”。那其实如果逗点的话，“是是一个，“教”是一个，“利”是一个，“喜”是一个，一般是这么解释的啊。那有的啊，有的是写啊“四”，就是通常都是“这里是写“是教利息”。那有些写“是教造喜”。 通常是写四教造型那如果是中阿含，它是写分别发露开阳、失色显现去向啊，那又不一样。那么这个他说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四教历史。那么从这个大自论里面说的啊，就是视线。 这个是极义门主任里面讲的了，四线教导站立庆幸，这个是极义门主任说的。那大致上的解释啊，世人善不善，阴不阴行，分别大圣小圣啊，生闻圣跟菩萨圣啊啊，这三圣啊，六波罗蜜啊，就这个人天圣、生闻圣啊啊，就是这个菩萨圣啊，这不太一样，就叫就就是说啊，告诉别人，告诉人家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啊，这这些的。 然后教啊，就是教导啊，如因舍恶行善啊，那利啊，就是在告诉他具体要怎么做啊啊，就是修行的次第啊，那就是我们讲修行的方法、修行的理论、修行的次第啊，然后你要这样做啊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修行的什么功德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喜，那么如果他造，如果他依教奉行了、啊。 那么就赞叹他啊，让他欢喜啊。啊，所以用这四件事来庄严说法。那么难传的啊，那基本上就底下底下这个解释的啊，那四教利息啊，那其实一样的了啊，教导视线教导、啊。这个显示啊，显示他的他的毅力。 啊，那就是前面讲的分别善不善啊。那么教导他修行啊，怎么修行呢？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义。啊。基本上这个就是教。那么引导他怎么样修行啊？那么第一个要先尽其先执其见，尽其戒，然后修四念处啊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引导啊。那个时候写造是叫造习啊，这个是力，这个翻译作力啊。那习。 啊，就赞叹啊，赞叹他是修行好。啊，这个我们大概知道。那后面又说，这个这个时候世尊啊，就是世尊这样说法了。这个是他说法的四个四个啊，这个方面啊，四教造起啊，这里是写四教立起的啊，四教立起。好，那。 这个时候，座中有一个比丘啊、呃，这个做思念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即得肉见，啊，那就是云何知见？啊，就是我我到底要怎么修才能正果？内乡，如果我才能断烦恼。肉见就是啊，肉见就变成阿罗汉了啊。那就是我要怎么修？我们方便就是简单讲啊，就是比丘问佛陀。 请问师尊，我应该怎么修行才能很快就得到解脱？即得乐见啊！因为像我们也是大部分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嘛。那我到底要怎么修，我才能够不起烦恼？我到底要怎么修，我才能够得解脱？啊，那么我到底要怎么修才能入圣流，而且很快啊？就是比很快的，我就能够啊，比较有没有比较？ 重点的提示啊，啊，类似像这样。好，我要知道什么啊？我要了解什么？我要修行什么？那么我可以得解脱。这个时候，世尊知比比比丘心之所念，就跟诸比丘说：“啊，这他只是这么想而已了啊，他只是这么想啊。”那若有比丘于此作中作思念，因为佛陀有他心通嘛，你在想什么，佛陀知道了。 那这个是有意义的、啊，他他就借你所想的，因为大家同有的困惑嘛，这个是每一个还没解脱的人都有的问题，啊，就没有入圣正出国的人，他基本上已经知道怎么修行了，啊，但是他能不能马上就得解脱还不一定啊，但是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他要知道的啊，那还没正果的人，还没入圣对不对？那更要知道，到底我们要怎么修行，啊，那要知道些什么。 所以他说：“若有比丘于此作中作四念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即得落尽者。我以说法言啊，那么那这里就是说，他佛陀曾经啊都这么说过，已经说过了。他所说的法这样说啊，就是说你说法，就是他以说法，他有这样说啊。他齐景强怎么说呢？” 当上观察诸因，啊，就要第一个啊，你要你到底要怎么修行啊？很简单啊，就是你怎么修行，我可以很快证得解脱。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到啊，那么你之所以不解脱啊，我们我们把这个道理稍微讲一下哈，啊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云何知？云何见？ 即得落尽，啊，落就是烦恼，啊，所以叫做有落嘛，有落生，有落烦恼生，啊，刚才讲落尽，啊，就是其实就是解脱，啊，烦恼尽，烦恼尽就是解脱。 啊，佛陀说啊，佛陀说当观照五音，啊，我们讲一下。他说，他经常讲当善观察诸阴。 气就是五蕴了、啊，五蕴身心，诸因就是五蕴身心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讲这个问题啊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大部分我们的修行，大部分我们的修行都是离五蕴身心来修行啊。那比如说我们诵经，我们念佛啊，那那么甚至我们持咒，我们拜忏啊，那不管怎么样啊，那通常。 一，这个无印身心，但不关照无印身心，通常没有。那我们讲要烦恼尽，要落尽啊，那么这个叫解脱，要得解脱。那那这个就是有戏服嘛啊，有烦恼就有戏服啊，就前面讲。那你不得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因为烦恼。那烦恼是我爱我见嘛？我们刚才讲啊，就我爱。 我见，那么只要是有我，所以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啊！所以烦恼生死的真结，我们常讲生死的真结。生死的真结，生死的症结,结就是我爱有我啊！因为有我，有我那所以有我爱我见，有我爱有我见。 那我们基本来讲就是我见，啊啊，啊也可以讲我爱啊，讲我见啊，叫做无名，啊，根本无名。好，所以因为生死的真解就是我见，所以解脱的关键基本上就是知无我，解脱的关键就是什么？无我，知无我。 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，所以要知什么？要知无我；要见什么？见无我。啊，通常就是这样而已。啊，云何知就知无我，云何见啊，见无我。啊，你先知无我，然后去观察无我，然后见无我。啊，知法、见法、入法，啊，那么基本上是这样。 所以你要从观察、观察五蕴无我下手。那观察这个身心，我、我、我，那么身心色受想形式嘛？我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天天都有了啊！我因为这个境界，那基本上就是，基本上就是五蕴六出缘起这三种观法啊。观察五蕴，那么通常就是从五蕴上说。 那五蕴上一一讲啊，我们讲刚才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另外好走出息远近啊，如病如融如痴如杀。啊，那色如巨末，受如水泡，想如羊焰，行如芭蕉，事如幻化啊，通常就这样嘛，五蕴嘛。那六处啊，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另外好走出息远近这种啊，那就是我们后来就总结着啊，就以心啊，心心不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不在未来，因为身心是以心为主嘛。 但是色是比较容易观的，但是心是主导啊，其实是这样观色是比较容易的啊，比较容易观心比较没那么容易，但是心是主要的，你色观的话还是要观心啊，其实是这样，所以后来就直接观心啊，那后来大圣佛法也是直接关心啊，然后是观一切有为法啊，无常、无我啊，如梦幻泡影、入电啊，这个也是。 啊，或是以身厌离心，以身出离心为主的，如病如庸如痴啊，恼害或是如杀啊。那么这个五蕴、六路六处啊，通常是这样跟缘起。那么都是从这个都是从五蕴身心上，缘起也是从五蕴身心上说啊。无名行、四名色、四名色这五蕴啊，四名色那都是都是由无名行而来的四名色啊。那 本行所作，本所事愿，受得此五蕴之身啊，无名形式。那么形式它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刚才讲啊，这个五蕴身是由烦恼业报而形成的无名形式名色，就在讲这个道理。那么，但是他又能够生烦恼，他是烦恼的果报身，但是他又能生烦恼，他怎么生烦恼呢？六路触受爱取，是不是？他就讲这个啊。 啊，一样啊！你把它，你把它汇通起来，这其实就是讲这种啊。所以缘起也是，就是从五蕴六处合起来讲的啊。缘起是五蕴和六处合起来讲，然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合起来讲啊，就这样啊。然后你过去的业啊，就无名、形、色、名色、啊，那么这个是因一业而有。 这个五蕴身心，本行所作本所试验感得持五蕴的身心啊，感生命之。那么这个是因因这个烦恼业而有这个业报身，那这个业报身又能够造作烦恼，因烦恼业而有这个果报，那他又他又会造业啊，他又因为这个五蕴身心收受想行识又造业啊，那怎么造呢？啊，四名色六路触说爱取有，啊，四。 不是他，是不嗯，啊，六路触，受，爱，去，啊，然后他又造业，啊，然后又形成，又形成未来的五，未来的这是过去的，这是现在的，过去烦恼所形成的五蕴，那么现在这个五蕴又升起，现在这个五蕴又升起，又。 触受爱取啊，又又生起烦恼啊，六受生、六想生、六思生、六思生啊，就这样嘛。五五取，你刚才刚才有解释。那么六路触受爱取，那么又造成未来啊，这个有就是形成未来的爱取有，就有未来的。那么有有未来的累积了，这一个生命没有了，未来又怎么样啊？老病死啊，生老病死又生啊，老死又被苦恼又这样。 啊，就从从从这个生死来讲啊，生老死，啊，这个未来又有这些，那么就是所以缘起基本上是把五运六气过去未现在未来合起来说，那就是生命的现象跟身心的现象合起来说，所以我说缘起是生命现象的分析，身心现象的剖析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你基本上你要观察这个诸因五运。啊，那你观察观察最重要的是要用什么观察？ 用什么？用心，对，是用心没有错，但是是要用智慧来观察，要有无肉慧。因为你见无我，你你知无我跟见无我差别在哪里？你是我们大家也知道无我、啊，对不对？听听了这么多阿含经，我们也知道无我，但是我们有证得无我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没有无肉慧，有肉慧知无我。 啊，那当然知见有时候都是讲知，都是指无漏慧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，我们把它分一下了哈，就是我们我们自己这样给它分一下啊。我们知道无我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见无我。啊，当然这个有时候是知无我就是见无我啊，但是我们这样分比较容易说。你们知无我不见无我，我们现在的状况嘛，我们知无我不见无我,我，为什么？因为知无我是有漏慧，见无我是无漏慧。 那么我们是从有肉到无肉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，知无我跟见无我之中，啊，我们来讲这个问题，啊，然后是啊，我们已经知道无我，但这个知道只是这个知道只是知识上的知道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有肉会，闻思修而已啊，有肉会，那么你还没有见见到，知道没有见到哦。 你还没有见到，就见无我，所以见到是无肉味。那么现在就是要从有肉味到无肉味。比如说你在观无我的时候，色无我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另外好走出去远见，都不是我。虽然这样想，虽然这样想，但是是用有,有我的心在想无我，对不对？是带着有我在观察无我啊，但是还是有我啊。 但是它趋向无我，那么你见官见官深入了，那么你证得无我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无肉会了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，从有肉到无肉的阶段，啊，我们记得我们是从有肉到无肉，从有为到无为，从有我到无我，是不是好？那么从有身到无身啊，一样啊。那么从有肉到无肉好，那么有肉会是闻，就像现在我们听到无我啊，闻思修。 无肉会是什么？是正。好，那么文思修正，那么这个正所成为是无肉会，文思修它是有肉会。那么有肉跟无肉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怎么样的心可以得无肉会？怎么样的心可以得无肉会？无肉会就没有烦恼，定七一定可以引发无肉。 怎么样可以引发无漏慧？引发无漏，我们的是善心分别思维，所以它是有漏，它没有办法。那么引发无漏慧啊，我们记得定有几种功用，定第一个可以引发神通，第二个可以调伏烦恼，第三个可以引发无漏，就主要这三个了啊啊，引发调伏烦恼。 啊，那么调伏烦恼可以离欲清净，可以离五欲。五欲是一个障道法，啊，就你先去掉障碍，啊，前面有个障碍你先去掉，那你脚还有力量啊？你脚你前面没有障碍，你脚就走不动，也没办法，啊，所以你的心要有力量，那么可以突破。那么这个必须要有定，那么基本上引发五落是七一定，就是四禅八定里面去掉非想非非想，啊，那么这七种定都能引发。 那么最容易引发无肉会的是四禅，那么再加上不能称为定的味道地定，那么就变成八种啊。那么就这八种可以引发无肉会。啊。那味道地定也可以引发，但是不容易啊。那味道地定不称为定，所以叫做七一定。那就是四禅八定去掉非常非常想那如果把味道地定拉进来，就八种，八种可以引发无肉，好，那定。 啊、现在就是要有无漏慧，要有无漏慧啊。那无漏慧必要一定而有，要一期一定而有。那定要成就要有什么？要有戒，要不悔，要不悔，要先喜不悔，先喜不悔，必须要有戒。如果你没有持戒，杀到银妄，你就会有。 你就会有很大的障碍，啊，这个就是去掉障碍又不悔啊，哪里有业障、有暴障、有烦恼障，那你做后你会忧悔啊，因为你知道了你就没有办法往上嘛，啊，所以你要有戒，那要有定，要有会，那你怎么样会持戒？你要有信，啊，你你你你不相信佛说的吗？ 啊，那么你持戒得不悔，那么不是你要持戒修定，你不相信佛说，你就不会去修啊，啊，然后你不会去持戒啊，你不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你不会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，从不同的角度说，从信说，从戒说，从定说，啊，从定根会说，从戒定会说，从信，从信静念定会说，这个整个合起来叫做什么？道品，就是得无漏慧的方法。 解脱的方法，解脱的方法有很多种。不派我弟子把它收集起来，七类三十七种，叫做三十七道品。所以，那么你可以即得若尽，它基本上要从无落位观察无我而来。那我们一样在观察，为什么有的人可，以，有的人不可以？你你的前方便有没有做啊？界定会有没有具足？因为五分法身是什么？界定会。 解脱解脱之见，如何知如何见？那么你你要得解脱，那你必须前面要有什么？要界定慧，要解脱必定要有无漏慧，无漏慧必须一定要有定，要有七一定，七一定要得成就必定要有戒。那么你愿意持戒修定修智慧，必须要有信，你要相信佛法嘛，了解佛法，不然怎么可能成就？好，那现在再来这个知道了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。 那你就会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好，所以他说什么啊？他说：“云何知？云何见？即得若见。”我以说法，我过去所说的法有这样说：第一个，当上观察诸因，有没有？那诸因好，那第一个四念处本身就是四念处，就是种定根慧，直接讲定根慧的。这个里面就是三十七道品啊，不是吗？ 啊，所以观察诸因这个三十七道品，那么基本上都是从身心上的修行上去说的，界定位上去说的，啊，或是在讲这个性性净念定位，那不离开性界定位了，啊，好，四念处，四念处直接观察身心，四念处直接观察身心，那么四正前也是从身心的观察上说的，我们先先讲四念处。 身受心法，啊，身身就是这个身体嘛，啊，那么主要有三种。第一个啊，观这个身体色法的组成，色身的组成，不净观跟三十二身分，啊，那么这个都是身念处，啊，就是主要是不净观。那不净观有啊，身体有三十二种，地水火风啊，六大。 啊，就是地水火风而有四大啊啊，那么地是毛皮啊、肉骨这一些啊、痰唾啊、尿啊这一些，这些是水啊，那么呼吸这个是这个是风啊，然后火温度啊暖啊，这个是这个是火，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。那你去观察啊，通常是通常是不进观，食不进，啊，食相关嘛。 还有三十二身分啊，我们还是写一下好啊，跟大家讲一下啊。那第一个，他说要观察无蕴身心，观察诸蕴。那这个就是啊，其实就是观察无蕴啊,啊，观察无蕴身心啊，无蕴就是身心，观察观察无蕴身心，然后要你要有无漏慧，无漏慧要成就，必须要有界定位，性界定位。那么这个。 基本上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啊，所以所以我说常常说佛法就两件事，啊，第一个真理是什么？无因无我。 啊，我们刚才就在讲这个啊，知见无因无我，那如何能知见无因无我？要具界定慧，啊，要具界定慧得解脱嘛。那这个就得解脱嘛，啊啊，那三十七道品，那三十七道品里面七类啊，一个思念处，思念处其实是重在定根会而已，啊，就对佛弟子直接讲定根会而已，啊，那初学的就不一定。 啊，像你先执其戒，那么禁其戒，然后修四念处。啊，如果他不具足的话，先执其戒，禁其戒，然后修四念处。啊，这《阿含经》里面很有名的，不知道第几经我忘了，来猜一下，然后修四念处。 因为导师也有引用啊。啊，那么所以你观念要先正确，然后然后你要行为要先符合啊，就是近期戒，因为没有戒就没有定，没有定你没有办法积德入尽，没办法，没有定不能引发无肉味，没有会。 没有慧就不能得解脱啊！那所以刚才在讲的就是说，解脱是由无肉慧来啊，知见无我是由无肉慧来。那无肉慧是由七一定来啊，要一七一定才能引发无肉慧。你有定，你没有这个无我的知见也没办法啊。你不知无我，你单单有你单单有定，你也没办法得解脱。但是你单单知道无我，你没有七一定或是未到底定。 你也没有办法得解脱，啊，所以他必须啊，先执其见啊，就是要先知无我。然后修四念处，我们说身受心法，他这个其实就是定根慧，他主要在讲定根慧而已。这个是对佛弟子，尤其是出家比较久的，他他善根具足的这些人讲，直接就希望修。啊，那如果没有的，那你看你的身体那么弱啊，那你要先做训练，没有先把身体养好，你再去做训练。 啊，你要去参加奥运吗？啊，那你先不要训练，你先身体养好，你的骨折先用好，然后你再去，你再去做训练，你的骨折都没好，怎么做训练？啊，类似像这样啊，所以看每一个人状态不一样。那身受心法，身啊，通常就三种嘛，啊，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少，比较少这样修，啊，要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、观法。那身基本上就是啊，第一个就是。 不净思想啊，思想就是不净观啊。从尸体的青淤隆膨胀、隆烂啊，开始修到白骨啊。第一个就是三十二身分啊，身体是由三十二个部分：地水火风、肉皮骨毛爪齿啊，这这些种种这些啊。这个难传的比较常修这个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观身观身的部分，第二个就是观呼吸的部分啊，出入息。 它也是属于深深深的部分，出入行。第三个是行，示威行住坐卧，啊，示威就行住坐卧啊。那么走的时候啊，专注啊，那里像这样？那么由这样来摄心，拿来观察啊，然后受啊，受当然啊，观受是苦。 乐受苦受不，其实它种在愿里了、啊，种在愿里，啊，然后就是，那么这个是受，那么受里面啊，就是我们前两在讲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那苦受乐受不苦的受，你都怎么样？你都不直取，啊，乐受你不会生贪，苦受你不会生嗔，那不苦不乐你不会生痴，实就是去烦恼，你在一切受里面不起烦恼，那么心所最初的就是受。 那么，处是整个来说心理反应，最初的心理反应有受想行，有受想行。那么，最后最初的是受，最后的决定是行，啊，要造业造业前的最后心手是行，啊，那么领受境界最初的是受。那通通常这个很难讲，很难讲先后啦，它同时是说同时升起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讲的话，就是比较明显的那是受。 啊，受想，然后印象啊，感受深刻，印象加深，感受加重，啊，那么反应就加速，啊，通常这个受想行嘛，那不断不断累积嘛，啊，那一样啊，一次又一次感受，感受就加重，那个苦受、乐受就加重，啊，然后想透过法，一根法也一样，啊，那对前五根很五层的这种这种感受啊，那么感受会加深。 越来越深刻，那么印象越来越深刻，啊，那那么反应就越来越快，啊，行吗？那你你这个我要不要做，可不可以做？要怎么样？那反应就会加速。后来就后来就自然而然就这样做了，自然而然就这样想，自然而然就这样说，啊，就变成那个那个行啊，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这样，啊，那这个是受，那么心是总的来说生个受，生受。 心心是所有的受想行，啊，就是从从从这个心生面，那心本身就有什么？心本身就是受想行啊，受想行是这个是心，啊，这个都是心的整体。那这个从心本身来讲，心心所，那么由这个受想行心所里面一个代表叫做处。 所以叫做处俱生受想思啊，行里面以思为主啊。然后那基本上我们是这样讲，那这个都是代表心，那这个是心所里面最比较一开始的啊。所以有时候从处，六路处里面很多都是从从受讲，有时候从处讲名相应无名相应，那有时候从受讲从想的比较少，或者说从思身行口行意行。 那么想也有，但是大部分会从受讲啊。那么因为苦受、乐受是一般人比较重视的，然后法法基本上就是身受、心合起来说啊，身受身心合起来讲无蕴啊，所以这个叫做观身不净啊。那么不净是针对这里说的而已啊，出入喜跟自慧也没有不净啊，是单单对思想观不净观说的。 别观分别观总相别相嘛，总相念住别相念住。那他不生不一定是不净啊，说说有肉身一定是不净的了，烦恼身嘛是烦恼身，但是他不净观是针对这个思想啊，就是轻淤啊、浓浪啊、膨胀啊这些想，然后受有苦有肉有不苦不肉，但是从苦想啊观受是苦。 但是不管苦跟乐，这个不净跟苦都是重在对治，重在对治。那么如果如果从根本上来说，不管是身受心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无我，总相嘛。啊，观身无我，观受无我，观心无我，整个观一一观，那整个观无运都无我，那其实是这样。那这个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基本上一样嘛。 我们会有很多想法，啊，那这些想法它是怎么生起来的？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？那这些想法代表什么？代表如果你有因为这一些而升起苦乐或忧郁、不安或是迷惑的感觉，那都代表我们执着这个什么？执着这个身心，都代表这个那你为什么会执着？你在期待什么？ 啊，或是你在你在期望什么？啊，你在祈求什么？那么这一些你要从那么我会忧郁的心，我会担，我会痛苦的心，我会喜欢的心，这个心在哪里？它是如何升起这种感受的？它是如何升起这种想法的？它是如何下这个决定的？啊，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往这边想？ 它整个运作的机制是怎么样？那么你就从这个地方去下手，观察这个无蕴身心的无常无我。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看一下啊，那再下课。所以这个是四念处，啊是比较重定根慧。那么四正勤呢？啊四正勤以身恶为身恶，它从不同的角度一样哦，是一样是个无蕴身心哦。好，三十七道品，四念处是定根慧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讲完，等一下再下课。 是正觉，四念处是定根慧嘛？其实它就是身观察，一样是观察身心哦，一样是观照观察这个身心，啊，身心而已。从身从心从身心整体讲，叫做身受心法嘛。好，那么四念处，我们看，啊，是正觉，四正觉就四个嘛：以身恶，令断处，令速断。 未生恶，令不生；以生善，啊，令增长；未生善，令速生。好，那么它就是生灭生灭而已嘛。啊，那么我们的心有生跟灭相。 啊，那叫做生住意念啊，好，生跟念，那么以身的恶就是烦恼，未生恶以身的烦恼，以身的有烦恼，那么以身善啊，这个是善法，这个是烦恼，这个是恶法啊，这个是善法啊，那么善法，比如说我要修行啊，善善法欲啊，那这是烦恼好，那么一样是，他直接他不关身心啊，关什么？就关这个心。 就观这个心，那心，我们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内外好丑、粗细远近，啊，那好丑，好好丑的心，啊，这个就是观这个，比如说五蕴生起里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这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啊，是现在未来，这里是从现在未来，现在的心，啊，已生的，已生的，啊，那么现在、过去跟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啊，那么这个心，我们说心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内外好丑，好跟丑,丑。 好跟丑，基本上就是善跟恶。啊，五运嘛，色受想行式多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内外好丑、出细、远近嘛。好，好跟丑就是善跟恶。那你的善心，所以宝，所以宝积经告诉你，这个心的三性观有没有善恶无尽？心要不是善，就是恶，就是无尽嘛。好，那善心升起来的时候，恶心升起来的时候。 有贪之有贪，无贪之无贪，啊，就这样啊啊！那你都能够觉知到，那么那么觉知到了之后，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未患理嘛？觉知到有烦恼的时候要怎么样？知其过患而能远离，一样啊，还是关心呐、啊。他就是把身心的观察，思念处还是身心哦，身心跟身心合关？啊，就身心里面的受。 啊，那所有的心、身心整个合观观法，啊，是这样吗？那四正前呢，就直接关心，心的善跟恶。那善心生起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善心？要怎么样让它保持、保持这个善心？要第一个要让善心增长，要让善心保持增长。没有生的要生生起来，已生的要让它增长。啊，那已经有的恶心。 要让它消除，没有的恶心要防止它生长，必须要什么？要有戒跟定啊！一会而你要有戒跟定，戒就是什么？让不好的心不生长，让已有的坏坏心怎么样消除啊？然后你你你这样，你才能够行善。那对于会有帮助的善啊，定啊，定就是调伏五欲嘛。五欲的心是障道法，那么你从这个地方。 你从这个地方是正情，是正情是直接身心里面直接观身，从心里面，但是影响到身嘛，啊，因为你善心不作，你这个心，你这个善心升起来，你就会行善，你身口身跟口就会有善，啊，然后你恶心降伏了，不生了，那你身跟口就不会有恶，啊，基本上它是从心下手，啊，然后后面的四如一组，就只比较讲，也是讲定根位。 但是以定为主，是四念处，是正情，是如一主欲情心观啊，那它是重在定根会，啊，但是它以定啊，是如一主，但是基本上是定根会。啊。好，后面都是这样啊。我们先把它讲讲这个四念处先讲完，五根五力，五根五力一样，性进念定位，这个就是从从性开始讲啊，你要先相信，然后精进，然后修什么？ 就界定位，念定就念定位嘛，啊，信经念定位啊，然后七觉之八正道啊，那么、呃、一样啊，七觉之八正道，八正道是普遍说，七觉之跟四念处一样，都是针对有就是有基础的佛弟子说。好，那这个是三十七道品，那么必须要有道品，那么成就这个道，那么你才能够从知道变成什么见道，知无我见无我而得解脱。 好，我们先下课，讲到这里。